今天煮了四个面，我现在吃到我都有点怕了。刷一刷，我是翟思明。刷一刷，刷一刷，我是翟思明。No 啊 ，Oily 啊。刷一刷，不对不对不对 ，I'm judging myself。How to be more 翟思明啊？不要，就 normal 咯。Confident。大家好，我是翟思明。今天我们做什么？我们煮泡面。导演讲他要教我几个 hack。什么 hack？ 我也不知道。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Let's go。不懂，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我看是桌上面的这些 ingredients 是 OK 啦，是可以吃的。我想象中应该不是那种很难吃的东西。泰式花生酱泡面。对这个 recipe 有没有信心？没有哎。Peanut butter 辣椒酱。喜欢吃韩国的那个 carbonara 的，还有那个咸蛋方便面，泰国的那个也是不错。确定你在家有煮过 ？Confirm， 最近我在煮 meal prep， 现在倒酱油，这么你酱油，蜜糖是适量 ，lesson learn， 哎，麻油是这个适量。导演，这个 recipe 你哪里找的？你自己出来了 ，right？ 其实蛮香的。王国的，哎呀，不用紧了，我大概大概了。然后最近也是吃很多那种 salad， 放那个花生酱的 salad sauce， 不可以了，导演这个 recipe fail 了，很难买啊，这个一定重新 mix 一下。OK， 来，这次 serious， 这次比较成功。刚才我倒太多水了，没有 mix 到很均匀了。现在比较像 caramel 跟 chocolate 啦，刚才那个像 diarrhea 真的。对自己的厨艺有没有信心？有。那如果打分出七分，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进步，切工啊，那些比较细节的东西可以做到更好咯。不错啦，不错，很特别。一开始做的时候好像看起来有点奇怪，好像是零食的感觉啊，来那种 peanut butter toast 啊，把这个是 Maggie 米的咯，好像没有吃过这样子的面。我给七分，三分在哪里？我也不懂在哪里，就感觉是七分咯。如果想吃比较 creamy 甜甜的面，就可以吃这个。你是紧张的情况还是？没有， I think I'm too hot 啦，这算。这个好像好吃哎，是我会喜欢，说是来那种干捞面这样。TikTok viral instant noodle， 哇！所有的 ingredient 在这边了啊。你还在考试是不是？我在家里煮饭不是这样子的，我在家里煮饭西北帅的东西在哪里？是来很顺手很快的。这边不熟吗？那 aircon 不够 strong， 很热啊。有我们请你加拍、啊，可以。哦哇，惨了惨了，超大了，黑掉了，真的是太丢脸了。换了一个锅，我们重新开始。你看 ，I have a new fan， 因为刚才我煮的那个面很多人喜欢。在家里煮东西最重要的食材是什么？细心、耐心、爱心。煮的时候什么时候放，这些小细节都很重要。我闻到了，很香，然后有那个酱油那个甜甜的味道，因为它放 brown sugar 嘛。看我 flip 一下，哇，很香哎，看起来不是很好吃啦，但我觉得味道应该是不错。那觉得 bleeding 重不重要？重要，假了。哇，这个鸡蛋有点臭，等一下啊，找一下灵感，这是 grand finale。那是什么来的？这我也是不懂，来芝麻咯，这个好吃。这个恐风比刚才那个好吃，好像那种葱油饼油油的，然后有那种 garlic 的味道，那它酱油是有点甜有点咸，面哦比较入味，葱油饼这样把是在面里面，这个八分比刚才那个好一点。这个 recipe 啊很简单，这个肯定 success， 肯定 success， 怎么又冒烟？我没有煮过泡面加牛奶，我只吃过鱼汤加牛奶，我蛮想 try 这个是什么味道的。我每次吃的是那个冰卡乐那个 spicy noodle， 是干的，这个不够 creamy， 这个是汤的，喜欢吃辣的。吃麻辣的时候吃大辣咯。那如果以后交女朋友，他比较喜欢吃辣。他不用吃辣，我吃辣就好了。哒哒哒那个 cheese 的味道很香，没有像拉萨。你是为自己鼓掌，对不对？是，辛苦了。哇，不错，真的蛮美的。前面也是蛮美的啦。把这个好像是那种日本餐厅卖的 ramen 酱哎，这样子你看有没有？我18.9，有那种甜甜的牛奶味，还有 cheese 的很浓的那种味道。这个一点点辣，那个辣是泡菜带出来的辣。我比较喜欢不用这么多 button 的，这样放水放料鸡蛋 OK 了。Sometimes 要 try 一下新的东西嘛。这个打7.5分。韩式可乐泡菜，可乐泡菜牛奶泡面，这样子喝可乐很好喝。如果煮泡面的话，反正实际听起来不是很好吃啊。可乐跟牛奶加泡菜，导演你要 try 吗？今天煮了四个面，我现在吃到我都有点怕了。那个面哦，就跟 normal 的 Maggie 米一样，
那个汤哦，有一点点甜，来控的味道。那个啦，六分，这个不好吃。今天没有准备香菜，我会喜欢丢很多香菜在里面。我的 meal prep 上面全部都是香菜。那个花生的我会煮，还有那第二个我会煮，因为我喜欢辣嘛，那个 chili flakes。牛奶那个我不喜欢，我真的怕了，我不想再煮面了。就是今天我煮了四种不一样 recipe 的泡面，其实是挺好玩的啦。如果你们有什么很特别，还是很好玩的 recipe， 你可以留言给我们，下一次哦，我煮给你们吃。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请 like、share and subscribe， 记得打开小铃铛，视频不漏看。